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测试这个 CQ 的这个硬体，开放硬体。那我们一样可以选择看它现在是在 COM。基本上你都如果只有一个设备都不需要选 Port， 直接选 CQ。好，这样子它就连上了。一样，我们开启。离线版的 Switch 3，左下角的加号，再来我们选择这个 CPS 这个，那我们就可以选择，我看我们要它的，比方说光线的值是多少，现在43。把画面调出来，那我把它手遮上去，那光线值就剩下2。同样你可以去测温度，还有它上面很多感应器的值、按钮、灯板等等，这些操作都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要用线上版的，画面是一样的。按加号，一样有这个 CPS 的光线的。至于其他的积木，我们后面再来做说明。操作方式是一模一样。结束，我们就不用了，就按叉叉。